希望你们多考虑一下我的需要跟感受。妈，你不是说了吗？要尊重我的主意。主意我已经定了，但我会考虑你们的意见。你这叫什么话？你主意都定了，还怎么考虑我们的意见？我知道，只要是我选择的，你们都会支持的，对吧？爸爸，爸，吃冰糕。拿嘛，美的你，爸爸，哎，待会儿你先开课吧。没问题。这家伙到底怎么想？来了。哎，坐。坐。什么事儿？这么隆重？俩人一块儿出马了啊！你一直都按兵不动，到底怎么打算的？不是，咱们都说好了吗？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什么叫按兵不动啊？安童项目马上就要上马了，邓文的优势越来越凸显，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你们肯定已经想好了对付邓文的办法，千万别告诉我啊！我可不想知道。我要是跟你们俩一块算计邓文，给他下套，那今后我连人都别做了。兄弟，你可是答应过了，你只负责去劝他，其他事我们来，各负其责，对不对？你们俩要干我拦不住，但是，我还是奉劝你们俩一句。为了今后睡觉不做噩梦，还是把伤害降到最低点吧。我们会把握分寸的。行，有事吗？没事，我先忙去了。行，再见啊。好。和家里谈过了，我父母表示可以考虑。哎，我跟你说话呢，想什么呢？我听着呢，你说。咱俩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自信，可现在我发现真正不自信的是我。我突然觉得我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了。你不是在那坐着呢？讨厌！行了，赶紧下车吧。哎，星期天没什么事儿，上去坐坐呗。拜托呀，你饶了我吧。跟你说正事儿，每天我去订桌饭，去尊你请一下我父母，化解一下上次的不愉快。这事儿
看算了吧，弄不好你。对我父母，你主动一点怕什么？还能小了你呀？有点姿态，别搞得跟小年轻似的，一点没涵养。我不仅有涵养，而且我更知道自己的年龄。算了，我没说。我一直在积极的倡导这种良性的竞争环境，可是我发现有些公司相处的不太好，甚至有人还在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让人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由我出面，约几家公司出来大家坐一坐，消除误会，以求精诚团结，共谋发展。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觉得怎么样？邓文呐、啊，你还跟在学校时候一样，书生意气，气盛心高啊！是啊，有问题吗？没问题，我这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作为最好的朋友，有些话我得提前告诉你。你说。今后你面临的情况将十分复杂，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是怎么了？我这还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给我泼冷水。我这可不是给你泼冷水，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伤害。你初来乍到，新官上任，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这潭水有多深你根本不知道。我想对你说的是，今后遇事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这样才能让你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明白？红军，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很实在的人，可是你今天这话怎么让我听着不着边际、啊？听我一句劝，人有时候选择放弃，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你就让我放弃啊？不不，我是说，让你做好随时放弃的思想准备。有时候选择放弃，直接的结果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这些话你现在可能不太理解，没关系，你脑子里有这根弦儿，以后就会少受伤害。李总，我听说以前大家为了项目做了一些摆不上台面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值得，我希望大家还是能以友情为重。哎，邓总，哎呀，我是太了解红军了。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他计较的。说起来，我还得管红军叫声哥呢。那时候我们在中学，我跟你说，李总，这段你早就说过了。我说过了吗？说过了。这咖啡都是什么牌子？哦，对了，我正想问你们一下呢，哪有咖啡壶啊？回头我给你找一个。哎，不用了，琳达，我那正好富裕一个，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啊，不不不，这怎么好意思？
遵守规则，共同营造一个良性的业内环境，杜绝灰色地带的灰色交易，大家公平公正地展开竞争。在这里我顺便提一句，安童马上就要进入中国了，我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这个项目的老总和我是好朋友，可能有些公司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但是我郑重地向大家宣布，也许我跟他私交很好，但是我们的产品不一定是最好的，我愿意和大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的竞争，用产品来说话。邓总这是先向大家表了一个态，意思就是从他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对不起，邓总说的话有问题。邓总和我们说这些，是不是就想提醒我们，要是和邓总竞争安童项目，多少会有一些自不量力啊？邓总是在给我们大家一个下马威啊？啊，不不不，我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我刚才说得很清楚，我希望大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用产品来说话。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用产品说话，这不单单是邓总的意思，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这个梦想，但是它仅仅是一个梦想，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环境，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营造出一个业内的这种环境。我们也不愿意要灰色，可仅凭我们能改变吗？啊，诸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带来了一种名贵的花，为了能够卖到好价钱，他毫不让价，宁愿自己养着，可是他的花却一年不如一年。有一位植物专家告诉他，之所以会成这样，那是因为他周围的花品种不好，而他的花受了他们的粉。想要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周围都种上这种花。啊，邓总的意思啊，是说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是这意思吧？这就又有问题了，让周边都种上这种名贵的花，请问谁来种啊？啊，种这些名贵的花，那是需要成本的。邓总说的名贵的花，我们大家是否全都认同？你认为名贵，可我们根本看不上，就是你花钱来种，我还不一定乐意呢。再有啊，不管是谁花钱种，那种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啊，那结果就是保持了邓总的花的名贵，啊，我们呢？我们也就是为了保持邓总的花继续名贵，做了一件嫁衣裳。邓总，此意不妥呀。我说两句。刚才邓总话有点理想主义，但是他绝对没有给大家下马威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他还是诚心诚意的。我们的商界前辈们在建立良性的竞争环境方面早就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想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们就是倾其一生也不一定能够学到一二，所以啊，就让我们大家都抱一份诚心，怀腔诚意，这种良性的竞争环境在我们手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红军说得好，我就是这个意思，可能我刚才的表达有点问题，很抱歉。光用嘴道歉不显诚意啊。对啊，得自罚他呗。哎，自罚他呗。各位老总，各位老总，这个邓总啊刚从美国回来的，平时呢滴酒不沾，我来代替他喝，怎么样？五杯都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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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各位老总，那我先干为敬了啊！慢着，慢着，换牌停。对，对对对，换牌，换牌，换牌，还有换牌的。这到了中国就得守中国的规矩啊！对对对，换牌，换牌，换牌。对对对，半杯，半杯。等等，换大杯。哎，换大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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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粉，哎，太有意思了！你听不出这是一种讽刺吗？邓文，以为天底下就是他一人聪明？什么良性竞争，说得好听，分明就是想让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出手，他一个人很轻松地拿下。要是你把身体喝垮了，我看你还怎么工作。邓文要撑起个台面，我是他的铁哥们儿，你说我不帮他谁帮他？老红，我不止一次想过，我们干脆离开这个圈子吧。离开？又说胡话了。你说离开这个圈子，有比现在更好的去处吗？我不知道，反正啊，照现在这样喝下去，就算是事业有成，但身体也完了。没那么严重，我都习惯了。哎，我告诉你，如果有人突然跟我说，明天早起，你不用到公司上班了，我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错了，真要是那样啊，你马上就自由了，你自由了，就知道该怎么活了。错。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自由的只有两种人，一是顶尖级的世界富豪，第二就是流浪汉。可惜啊，这二者我都不是，我就是一搞销售。好了，我得回去了，你行吗？行，回去吧。来。贝贝，我告诉你，我搞销售的时候啊，经常是乘醉回家，又不敢让我爸看见，我就外边找个地方吐干净。再找个茶馆，把嘴漱干净了，然后再回家。你刚才问我还行吗？哼，太行了。无非就是体会一下当年的感觉而已。你还真别说，哎，这感觉真亲切。行了吧，年纪不饶人，你已经不再是毛头小伙子了。嗯哼哼哼哼。
你不是不让我轻易的提老吗？又在提醒我老了是吧？行，回去吧，一会儿你爸妈该着急了。那我走了。你行吗？别忘洗洗再睡啊。想法似的。你说什么？不是，我说你跟我妈一样，关心我真好。讨厌，走了。李总，顺手带了件生活用品。哎呀，太客气了，里面请。看看，咖啡壶，我正想去买一个呢。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昨晚没事吧？哎呀，还行吧。真够有海量。我还以为你喝洋酒喝惯了，顶不住这白酒。你别忘了，我也是白酒打的底子啊。住这儿没什么不方便的吧？如果有，随时向我提出来。还好，就是感觉离公司有点远。于总，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一家离公司近一点的酒店，方便点？可以啊。啊，另外给你配那辆车，马上就到了。这两天如果不方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先用我那辆，啊不不不，千万不要！丽娜也跟我说让我开她的车呢，我这路也不熟，到时候找不到地方还得打电话给你们，太麻烦了。那就听邓总的安排。于总，安童的项目你有什么看法？哎呀，我们的对手还是红军呢。能理解，老同学不好下手。如果不可避免的话，我会先找他谈谈。明白。邓总是先礼后兵，你可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如将，不，准确的说应该是如帅。你可千万别夸我，我还什么都没做呢。放心吧，邓总，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至于你那位老同学，咱的那位老同学，我太了解他了。需要我上手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你的。来来来，邓文，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李龙伟，我的爱将。销售总监，啊，邓总，李总监，你好，你好，你可是上重头戏的啊！久仰久仰。小薛，销售部的主力。小薛你好，欢迎邓总光临。好，你忙，你忙，哎，您坐，咱们。来，邓文，来，看看我这办公室怎么样？不错嘛，啊。哎，那个安童这项目怎么样？哟。已经开始着手这个案子了。这回啊，我不上手了。这话你是让我反着听吧？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真的。我正琢磨别的项目呢，这个安童的项目我交给李龙伟了。红军，你这什么意思啊？行了，坐，听我说。你到中国艾斯总部。就遇上这样一个大项目，从目前来看，你是肯定要亲自上手的，对不对？据我判断，这是艾斯总部派你到中国来的真正原因吧？说对不对？笑什么呀？说对不对？瞒不过你小子。你说，我一上手，咱们俩怎么干？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兵戎相见，我就是跟艾斯争，我不能跟你这老朋友争啊！你说过，不愿失去我这个老朋友，
这话是有分量的。我可是往心里去了。红军，你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呢？老朋友就不能良性竞争了吗？再说我跟你也这么……你别再说了，你坐下听我说。邓文，我一上手，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俩肯定得商量。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老朋友啊。行了，邓文，你这次算是钓着大鱼了。据我所知，没人争得过你。不不，红军，我还是那句老话，大家真实的把自己的实力展示出来，机会均等，资源共享嘛。老红，哟，老同学来了。你好啊，邓总。你好。你要的资料。给邓总看看。我这是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啊。这是安聪的资料，你看看吧。红军，无论输赢，我一定做到透明规范。我不相信没有那些所谓的潜规则，我还做不成生意了。行啊，你小子，不信咱们就一块儿试试，也许你能开辟一个新气象，到时候我给你立碑。哎，去去去，走，咱们别去看看。这么大个项目，他不上手，让人家去干。跟邓文说这些什么意思？你能站住吗？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眼晕。他这个人永远干起事情来不按规矩。我觉得红军是不想和邓文由朋友变成对手。行了，该你出牌了。能不能站住啊？是，我跟红军是对手，难道我们就不是朋友吗？这倒有意思了，是朋友，又是对手，这你一直做下去，一旦做成了，没准儿邓总就把你带回美国总部去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俩都走啊？小肚鸡肠。我了解你，琳达，你是个绝不会久居人下之人。没关系，只要你开口，我立马闪。你打住吧，我不稀罕。你不稀罕。于总一出手，果然是非同凡响啊！邓总过奖，事实就是。不过，之前红军在公司的业绩，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吗？啊？难道红军上一任的业绩，邓总也要知道吗？还有上一任的上一任，开玩笑，有道是新官不理旧账嘛，所以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我倒觉得历史应该要延续，公司的历史也是一样，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说得对，所以你应该去问琳达，我是后来者。琳达和红军不但是事业上的搭档，又是生活中的伴侣。所以去问他最合适。有道理，于总你忙吧。邓总辛苦了。稍等一下。喂。哦，安通考察组的人来了。谁？卡尔。哎，老板，洪总，什么事儿？
我是要跟您汇报一下安童项目调查组的人员情况。来，坐坐。卡尔，28岁，毕业于哈佛，父亲是西雅图一家通讯公司的 CEO， 母亲是一名律师。卡尔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在计算机、市场销售等方面都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他是2001年加入安童公司，有较强的市场实践和研究分析能力，爱好旅游、登山，业余时间喜欢写网络小说。哎，我看过他的博客，他博客的点击率还挺高的。是吗？这个人感情丰富，为人诚实，现任安童公司董事高级特别助理，此次担任安童项目的考察组负责人。这位就是安童公司的卡尔先生。卡尔先生，安总。卡尔 ，Welcome。你好。来，我代表 ICE 再敬大家一杯。大家辛苦了啊！好，谢谢，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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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卡尔。邓文先生，临来前科里先生一再强调，我们到这儿来人生地不熟，一定要依靠你了。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分别看4家的产品演示，还希望邓总全力协助。卡尔，你太客气了，就算没有科里先生这层关系，我也一定会全力协助的。我们邓总是业界的权威人士，站得高看得远，有邓总在这儿，相信这次各位的先行考察一定会有个圆满的结果。哎，邓文先生，我们这次考察这几家公司您都熟悉吗？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时间也不长，对其他公司我不是非常了解，不过对威希尔还知道一些。没关系的，有任何问题我们琳达和于总都会替你解答的。卡尔先生，我跟林总都是做具体工作的，您要想具体问些什么，还是应该多问问邓总，我们为邓总做做补充就是了。哎，邓文先生，我从资料上看到你们的新版本办公管理软件又增加了简体中文版，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我想这个软件如果一旦面世的话，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的用户，不知道这个版本什么时候可以推出。新版本软件的简体中文版？对啊，我掌握的资料当中非常明确地提到这一点，怎么，难道邓文先生不知道吗？邓文先生，我们的公司马上就会有密切的合作，怎么，您现在还要对这个新版本这么保密吗？啊，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回答这个问题就这么困难？卡尔，很抱歉，这个新版本我还不是太了解。这真让我感到意外。Excuse me。于总，啊，这个新版本的简体中文版，它的面试时间你应该了解吧？哟，这不是属于总部级机密吗？所以，卡尔先生啊，如果你们都对这个新版本面试没有十分的把握，那你们为什么拿它来吊我们公司的胃口？哎，邓总啊，您看能不能这样？我只是个建议，要是卡尔先生那么关心这件事儿，您不妨也多说两句，你看呢？啊，哎，各位，先用餐吧，啊。
谢永赞，二先生。在给卡尔所有的资料里多加一张纸，这不是很容易吗？你也太大胆了，万一……没有万一，只有唯一。我又没有透露新版本的详细情况，再说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能怪谁啊？要怪也只能怪邓文他自己不了解全部的情况，对不对？你这招也太损了。要不怎么会有妇人之见的说法呢？你哎，别瞪我，琳达。咱们圈子里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失败与成功好比左脚与右脚，要想往前走，就得先来一步失败，才能走向成功。赶上邓文他老人家背，对不对？他迈出的恰恰是左脚，那右脚呢？当然该轮到咱们买。哎，我先回去，去方便一下。下面由我来向各位安童考察团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威希尔系统管理软件的优势。大家都知道，这类软件其实都大同小异。评判它优劣的标准呢，就是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威希尔系统管理软件在全球拥有相当数量的客户，在与这些客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当各类信息输入到系统之后，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信息的检索。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威希尔系统管理软件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情况如何？啊，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吧。嗯，明天就该看我们 ICE 了，到时候卡尔先生就会知道孰优孰劣。我们的产品是很完善的，等到新版本一问世，我们的优势就会更加突出。你们的新版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问世啊？哎呀，我想了解你们新版本的详细情况。可你们为什么都对我闪烁其词？先别着急，卡尔。这个好像还是应该去直接问邓总，对吧？是。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卡尔应该理解吧？我们不能越级，只能各尽职守。目前我们俩能做的，也就是这一步了。反正情况目前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卡尔，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啊。好，各位，那我就请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的大华先生为大家介绍一下 ICE 的产品情况。哎，等一下，邓总，在介绍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还是想请邓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版简体中文版的一些研发情况。小报告吗？这怎么能叫小报告呢？这是请示哎，再正常不过的请示了。你看啊，我们现在的工作非常被动，原因是
新版软件即将问世，但它毕竟还没有问世。这个时候，有谁愿意买我们的旧版软件，然后再花钱去升级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相应的对策，请总部指示。这能叫小报告吗？可是这种写法，邓文就必走无疑了。那又怎么样呢？这不正是我们的共同希望吗？但是我们必须想清楚，邓文走了，你对拿下安童项目有多大的把握？邓文在，红军可以不上手；邓文走了，红军还会放手吗？不要紧，只要你我联手，安童项目志在必得。写给 Peter 的告状信。这状子文笔不错，你哪儿来的？知己知彼，总部那边的人都知道了，才到处转发呢。怎么那么多人不支持他？打击面太大了。这不就是授人以柄吗？你满意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我们。谢谢。聪明荣辱已不再论，心无上挣扎取胜，今生我要无愧我心，尽力严寒只温暖，遭遇冷落才懂得温馨，饱尝离散才珍惜团聚，战胜过失败才不会沉沦，尽力严寒才知这次红军可是下了血本了，把自己身边的小朋友都给奉献出来了。非比，绝对不可能。那按你的意思，施恩卡尔主动了？挡不住的诱惑，不行。
琳达，你要好好劝劝红军，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